妈老鼠头啊？嗯，这是鸭肉啊。这他妈不老鼠的牙齿？说什么话了？这是鸭肉。这么多毛是什么东西？哪里有毛啊？这不是毛吗？这是鸭肉那个绿面的绿，那个肉啊，绿面那个肉啊。这他妈这不是鼻子，这不是牙齿吗？那这里面是牙齿，鸭肉里面嘛拿来的牙齿哦。县长、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反复地理确认这个异物就是鸭脖。